你来了。我来看看你，放你出去。放我出去？让我去哪儿？离开京都，到你的养子陈王忠那里去吧。你在等着我给你叩头谢恩是不是？要谢就谢我的儿子吧。不，我活到今天哪儿也不去，我留着这口气就是为了问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我问你，那孩子是谁弄死的？如今你已经是皇后了，说吧，说实话。说吧，这里没有别人，我就是想听听，听你亲口说出来。你要想活命，你现在就走，赶快走，等我后悔你就来不及了。我要把你剁成肉酱。我看出来了，你的手在发抖。说实话，你怎么用这双手掐死你的女儿的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在。到底是不是你？给我乱杖打死！不不不，剁掉他的手，再剁他的脚，把他撞进酒瓮，让他慢慢的死。是。你害怕了？你不敢说？给我动手！是，好，你不敢说，你走，你害怕了，你不敢说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恶毒的女人生涯？娘，你看，果真是一位公主啊！真的，嗯，给她这个，就叫她太平公主吧。好，都怪我不好，四皇兄才被贬出京都，堂堂皇子去深州做刺史，我还得谢谢太子呢。我的两个姐姐总算放了出来，下嫁两名小官为妻，能过上安定的日子了。只可惜前皇后王氏却被斩去了手脚，溺死在酒瓮里。啊，是母后亲口答应我放了他的，为什么如此残忍呢？太子啊，你一定好好保重，父皇身体欠安，大唐江山就主望你了。四皇兄这一去，不知何日才能见面，除非等到太子君临天下之日，我们才能再见。四皇兄，殿下，当着先帝之令，我代天下万民求太子千万珍重。殿下，四皇兄。皇上是大唐天子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兰儿有一句话想问皇上。嗯。皇上，你喜欢兰儿吗？你叫朕心旷神怡，如入仙境啊。若是让姨娘知道了呢？嘿，她怎么会？这里是包不住火的，除非皇上不喜欢兰儿。哎，那咱们到宫外去，城里还有一处地方。嗯，兰儿不要躲躲藏藏、偷偷摸摸的，兰儿要跟皇上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这皇上放心，姨娘最喜欢兰儿了。嗯，皇上您就放心吧。嗯，那朕就封你做美国夫人。公元668年，在武则天的精心策划下，名将李绩征讨高句丽成功，完成了太宗梦寐以求而未实现的鸿图。
小小的百济高句丽，哪里是我大唐的对手啊？朕未出征，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朕若出征，他们岂不望风而逃啊？啊！陛下圣裁，陛下英明。美娘，啊，哦哦不，皇后来，陪朕喝一杯，啊。今日是为司空大人庆功洗尘，功臣未到，皇上倒已酒醉三分了。打败百济高句丽，是举国同庆的事，莫非让朕等他不成？来，启奏陛下，司空大人捎信来说他抱病在家，不便出门，请陛下恕罪。把这桌酒席送到司空府上，就说是皇上亲赐吧。嗯，对对对，朕亲赐于他。臣遵旨。爷爷早年出入绿林，自由自在，后来随太宗入朝，位极人臣，却如履薄冰，未得一日安生，享尽荣华，也受尽屈辱，眼看同朝老臣被贬的贬，被杀的杀，心如刀绞，却未敢仗义直言，为的什么？就是为了保全家人的性命啊，保全我们家人的性命啊。不许哭，老夫能活到今日，寿终正寝，是你们的福分。你们记住，无论何时，都不能有谋反之心呐。皇上赐宴喽！听说皇上封兰儿为魏国夫人，有常去甘露殿是吗？朕看她刚失去母亲，悲痛欲绝，怪可怜的。我不想责怪皇上，可是皇上总在一些小事上放纵自己，忘了自己是一国之君，忘了天下之忧。如今是国泰民安，政通人和，何况又打了大胜仗，朕有何忧啊？皇上说的轻巧，那是臣妾日夜操劳，为你处置完了。
皇上的圣体不安，那不是天下最大的忧患吗？我帮你临朝，替你处置政务，你竟一味地糟践自己。皇后是嫌朕太亲近兰儿了吧？哼，皇上太小看媚娘了。我若只在这些小事上与你计较，别人看了也有失身份，皇上自重就是。兰儿，兰儿，兰儿，哎呀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叫朕找得好苦啊！快出来，快出来！皇上，嗯，皇上你真笨。魏国夫人，您想要什么？只要你一句话。嗯，我才不要当什么魏国夫人呢。哼，那兰儿想当什么？嗯，我要做皇妃。朕的嫔妃们不都改成女官了吗？莫非兰儿你也要当女官吗？改过去不会再改回来吗？皇上颁一道圣旨不就成了？哎，皇上是不喜欢兰儿。哎，当魏国夫人只是朕的一句话。哎，这皇妃和皇后只差一步啊。嗯，得要皇后和众臣们答应才行啊。那我不管，皇上若真心喜欢我，自然有办法。皇后从前还是先帝的才人呢，皇上不也从尼姑庵里把她弄出来了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，兰儿？都是听我娘说的。你娘她太可怜了。皇上答应为我娘报仇的。嗯，朕已经查出，严办就是了。嗯，就怕查出来，皇上又舍不得了。哼，兰儿若知道，朕现在就办。那若是皇后呢？嗯，兰儿不能胡说，皇后是你娘的亲妹妹啊。瞧把皇上吓得脸都白了，兰儿只不过是随便一说。兰儿万不可乱说呀。若是兰儿说对了呢？那朕就废了他，让兰儿做皇后。这还像个皇上？哼，兰儿，你跟朕到甘露殿去，好好的欢愉一番。在我为先帝做侍女的时候，先帝曾几次要到泰山去封禅，可是最后都没有成行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封禅是历代贤明君主对神明最虔诚的祈求，借此以使凡世之君与上天的神灵得以沟通，以求上天保佑。皇帝封禅是举国大庆，除非是国富民强、物富民丰，或是有克敌拓疆之庆，是不能举行的。先帝在世怕自己功德不够，惹上苍降罪，所以才未能成行。我们臣服了百济高句丽，国泰民安，不可以封禅吗？哦，皇后的意思臣懂了，皇后是要亲自到泰山封禅。可是说呀。可是历代君主封禅出现和压线是不许女人参加的。喜大人只管奏表吧，上天如果容不得女人，就不会有妩媚出世了。臣懂了，臣告辞了。
兰儿，兰儿。兰儿就搬到甘露殿近旁来住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相守了，免得哪天像我娘一样不明不白的就死了。你呀，又在说傻话。好好好，朕呢，准你了啊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娘娘她往甘露殿来了啊！哎，兰儿，兰儿，哎，你到一旁回避一下好吗？啊，来来来，快！不嘛！哎，要是娘娘看见你，你可就你可……我偏不！哎，我就在这儿等着她来。我啊！众卿奏请朕行泰山封禅大典。朕思虑再三，自愧德薄功微，不敢行此大礼，众爱卿以为如何呀？陛下，臣许敬宗启奏，臣以为陛下圣德之龙配得上尊崇上天之神，陛下征服百济高句丽，使四海清平，万民安乐，应以封禅大典敬告上苍，恭致谢臣。皇上，准奏就是了。陛下，臣以为封禅仪式乃旷古盛典，不可轻易举行。贞观五年、贞观六年，君臣曾以华夏一统，四海升平，两度奏请先帝封禅。先帝虽是大唐开国之君，却唯恐功德不够，惹上苍降罪，终未成行。但是万岁之后，先帝在群臣子民心中不仍是一位明君圣主吗？上官大人，你以为陛下的功德不及先帝？先帝没有封禅，陛下就不能封禅吗？陛下功德无量，有目共睹，又何必登山祷告封数尺之土呢？又是先帝，先帝，先帝，你们总用先帝来比喻君上。哎呀，他说皇后怎么能够？先帝曾说过，创业难，守业更难。先帝亲征高句丽无功而还，而今皇上却大获全胜，莫非当今皇上的圣德配不上尊崇天神吗？莫非先帝未做过的事情，今上就一件也不能去做吗？陛下，莫非皇后也要参加封禅仪典吗？有何不可？据老臣所知，历代皇帝封禅大典从未有女人参加的。男人为天，女人为地，天地之合才成乾坤。上天既然容不得女人，又如何造出女人呢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吵得朕都头疼了。朕觉身体不适，退朝吧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按魏国夫人的吩咐，东西都搬到甘露殿的偏殿去了，这梳妆台还搬不搬？急什么？我还没完呢。是。皇后驾到。都说我长得像姨娘，我怎么看不出来？我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，从不施粉黛。哼，我知道，那会儿是在给先帝做侍女。
兰儿，听姨娘的话，以色侍人是不能长久的。那姨娘是靠什么做皇后的？哼，兰儿，心里恨姨娘是吧？宫里人人都怕姨娘，可我不怕。兰儿，姨娘喜欢你，我不要你怕，姨娘一定好好待你，像亲生女儿一样。兰儿，听姨娘的话，别到皇上那儿去了，离他远点儿，不要稍一得宠就想入非非。哼，要是兰儿不听呢？兰儿，就算姨娘求你吧。哈哈，要不是亲耳听到，兰儿真不敢相信这话是从姨娘的口里说出来的。我是为了你娘。我也是为了我娘。皇上，朕的头疼。皇上放心，娘娘一会儿就来。魏国夫人呢？魏国夫人她在哪儿啊？魏国夫人老奴已经把她安置到偏殿去了。来，皇上喝药吧。朕头晕目眩，就像做梦一样。先喝药，喝了药调养两天会好的啊。不喝不喝不喝药不喝。皇上，不喝药。皇上您得喝。朕不喝药。哎呀，拿走，求求你了，您喝。快拿走。皇上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你若懂得珍重自己，何至如此？来，我喂你喝药吧。朕的头像是不太疼了，就是这身子。就是这身子怎么像腾云驾雾一样啊。怎么了？怎么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？兰儿，谁是你的兰儿？媚娘，媚娘，朕的媚娘，都是朕不好，朕都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就不要再责备朕了好不好？朕真的喜欢兰儿，你就让她多陪朕两天吧。皇上，你不要我在身边吗？朕如何能离开媚娘呢？朝政上的事就都交给媚娘了啊。朕是不能上朝了。皇上。姨娘，让兰儿为皇上吃药吧。兰儿，皇上。
慢点。来。你别多少年了，京城依然如故，只是你我都快老了。哎，若没有这个皇后妹妹，也不至于此。能回到京都就谢天谢地了，也亏得皇后还想得起我们，你就别满腹怨气了，再惹恼了皇后，还不把我们打发到岭南去啊。二位客官里边请。不认识了。哎呦，原来是二位国舅啊。什么国舅？少他妈这么讲。哎，为先帝做侍女的时候，经常陪个通宵达旦，不敢打一个哈欠，更不敢提醒半句。娘娘恕罪。好吧，这就睡。玉儿，奴婢在。安魂汤熬好了吗？都热了好几回了。玉儿，你看我是不是老了？奴婢刚进宫时，娘娘就是这个样，没有变。那就是镜子不干净了，以后擦干净些。是，奴婢记下了。臣叩见皇后陛下，祝皇后万寿无疆。怎么上朝的人越来越少了？启奏皇后娘娘，兵部尚书、礼部尚书称病告假，中书侍郎、御台使称病告假，七四七监称病告假。别说了，怎么要病一块儿病了？哎呀，你看这如何是好啊！有如此下去，诸位，诸位，太子殿下，自古以来，天子掌管天下万事，皇后统理皇宫，这才合于天道。当年魏文帝临死时，虽然太子年幼，也不准皇后临朝听政啊。太子早过弱冠之年，并学识超群。为何不能亲政而让皇后临朝呢？是啊，皇上卧病由太子摄政理所当然，皇后当朝史无先例，这几天连天上的太阳也变成褐色的了。是啊是啊，先帝在世之时严禁女人参政，如今却是皇后端坐朝堂之上，
喝令百官人心不服啊，臣等为社稷着想，恳请太子临朝摄政。是啊，临朝摄政，恳请太子临。都别说了，母后摄政是父皇的旨意，儿臣怎好违抗呢？可是皇上并没有颁诏啊，臣等恳请太子向皇上讲明缘由，让圣上颁旨，请太子摄政。哎，所言极是啊。父皇病重，儿臣实在不忍心前去打扰。请太子殿下为社稷着想啊。好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儿子殿下，儿臣去找母后相商就是了。皇后若是不肯答应，臣等将联名抗表，一同罢朝。对对，皇后驾到。儿臣去恭迎母后，你们快从西门出去吧，快快快快快快走。儿臣恭迎母后。红儿怎么了？红儿的脸色不好，是不是又病了？儿臣一向很好，请母后放心。红儿有空应该骑马到外面走一走，别总是闷在屋里读书。父皇卧病，母后每日早朝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啊，红儿哪里知道，母后是苦惯的人，闲下来倒不自在了。父皇卧病，叫母后如此辛苦，儿臣心中实在不安呢。儿臣已经成人了，愿意为父皇和母后分忧。啊，有红儿这份孝心，为娘心中就宽慰多了。你保重身体，好好读书吧。红儿怎么了？求母后在后宫照看父皇，让儿臣代理朝政吧。是谁让你这么说的？儿臣已经成人，若让母后摄政，会让天下人耻笑的。红儿，要是母后不答应呢？母后非答应不可。一定有人在怂恿你。儿臣是为了大唐社稷。莫非是为娘什么地方做错了吗？大唐有今天的安定，也是为娘几十年呕心沥血的结果呀。这桩桩件件，哪一件不是为娘亲手处置的？为什么一见我端坐朝堂，连自己的红儿都容不得呢？母后请看，这几日太阳也变成褐色的了。那又何干？有人传说，母鸡司晨，天下必亡啊！没有母后哪会有你？没有母后哪会有你们父子的今天？你怎么能做太子呢？红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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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呐，拿水来，快！红儿，红儿。这样的身体又怎么能执掌朝政呢？若母后不答应，
中书令上官仪他们就要罢朝了。红儿，传御医扶太子到床上歇息。是，来了。红儿，上官仪联名罢朝。关大人，有人要见。少夫人谈的是一曲《如意娘》吧？我说的对吗，上官大人？皇后娘娘，臣不知。哦，免了免了，都起来吧。上官大人，像是要为此曲填词。哦，正是正是，娘娘来。我来为大人添一首词如何？谈吧，接着谈。是。看朱成碧，思纷纷，瞧翠枝离为忆君，不信笔来长下泪，肯向燕去直流群。没有，皇后娘娘的字和词都如此精美，实在是出乎臣之所料啊。上官大人，以为我只配在后宫侍候皇上吗？啊，不，娘娘的才学臣曾有所闻，不过哦，这孩子这么俊俏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回禀娘娘，小孙女名叫上官婉儿。哦，长得很像少夫人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看来是我打扰了上官大人的雅兴。